好美国小目前大概人数都大概有30到40左右，所以基本上学生的人口数越来越少，学术人员所以基本上都还需要更大更多的资源帮忙协助。这一所学校都是在海边滨海的学校，基本上是属于在环境比较比较生因为水水温度不是那么高，所以更需要比较关心帮忙协助。那这个是